记者许卓勋桃园报道。随主年底地方选战逐渐白热化，时代力量执行党主席战神黄国昌启动浮选行程，今天上午陪同党内桃园市议员参选人刘佑龙、简志祥前往中壢区新民市场拉票，战神竹潘握手致意，婆婆妈妈抢住拍照，足见人气十足。黄国昌顶住招牌中分发型，穿入鲜黄背心，穿梭在新民市场，逐一与摊商握手致意，有民众慕名前来抢住与战神同框合影。婆婆妈妈还不断赞说比本人还帅。黄国昌透露，其实对中壢地区颇为熟悉，因为他曾在中原大学开课，对于这里的街道人情难以忘怀，尤其中壢独有的牛肉面口味更是深印脑海。但此次不为教书美食而来，最重要的是推荐优秀的年轻人才前进议事堂。黄国昌说，之所以推荐刘佑龙，除因他是土生土长的龙耕子弟外，也因他勤于深入各基层，能与民众打成一片，希望散兵退伍的他能带住勇敢的精神，针砭时事，努力问政，为选民服务。